大家好，我是魏听。首先恭喜宋硕于苦战三局战胜季尔莫，晋级十六强。首局开局双方互相拉锯至十平后，宋硕赢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宋硕赢接着打了一波10-9，以21-19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季尔莫一路领先，打了一波11-6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季尔莫持续保持领先优势，打了一波10-8，21-14扳回一局。第三局开局，宋硕赢占据优势，打了一波11-4进入半场。半场后虽然一直被追分，但宋硕赢始终保持领先优势，以21-18拿下比赛。